再来看到几台湾的庙五花十色，什么款的神明都有。屏东潮州就有一间庙，特别是伫咧分局内底。这间庙无正式的庙名，在地人讲伊是警察庙，因为16年前有做残人伫市场找到五尊予人乌白蛋的神像，提来交警察。公告时间已经经过，拢无人来领。警察嘛决定大家做伙出钱来起庙。不如果过去民众来拜拜，常常跋无杯，即马警察就甲神明摆一个值班台制度，逐礼拜换一尊神明来负责值。班看起来真特殊。今入去屏东潮州的警察分局，伫个内底停车场竟然有一间庙啊！他们警察局的同仁下班，他也会来这边参拜。来看这间庙的外观，伫个内底有彩五尊神尊，有独山国王、关公、济公、土地公甲三太子。上特别的是，竟然有这个值班的神尊，也佫有神尊来徛个值班台。原来伫个这个还袂有值班台之前，信徒人来这拜拢定定会跋无杯。经过请示声明了后，决定来采用警察局轮班徛个方式，建立神明徛个值班的制度，逐礼拜换一尊神尊来负责徛个。哦，有办公桌的吼，专属的，够一样有啊。其实这间庙无名，不过民众拢甲号做警察庙。民国92年的时阵，有一个潮州的农民，伊伫咧果子市场发现到这落难的神像，甲送去潮州分局。不过经过半年公告的时间，拢无人来认，所以苏东时的分局长就决定讲要来集资起庙。因个值班表，我一个拜堂我就到。庙起好了后，便也是较恶破的这案件，警察拢会把这文更加放在身上进前，当年也会在这来做这个普渡，当日的分局长也会来这拜拜。这个警方除了打拼维持治安以外，有这座庙也代表尊重这个民俗信仰，也通让心灵有一个安大的力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